秦琼年轻时立功无数，晚年为何靠装病十二年保命？大家好，这里是风牛爱世界，威风凛凛杀气高，要问此功名何姓？姓秦名琼，字叔宝，好汉的英名四海飘，赞秦琼。若问隋唐演义中谁的名号最如雷贯耳，那必然是当今家家户户的门神秦琼秦叔宝。他与尉迟恭一道，并为中国人民心目中的鼎鼎英雄，凭借一身肝胆和健壮之体魄镇守门宅。可谁曾想，这名猛将竟然一病就是一二年。关于秦琼之病，李世民早有所耳闻，可当李世民所派的太医为秦琼精心调配了汤药后，秦琼竟在背后派人将其倒掉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一，颠沛一生，终得明主。在隋唐小说中，秦叔宝起点很高，但根据《旧唐书》的记载，秦琼生于齐州历城及山东一地，他的父亲是一名基层官吏，根本没有太大的权势让秦琼在生活中衣食无忧。而此时隋炀帝的暴政已经初见端倪，秦琼的一生很快便会因为这位皇帝的不负责任而改变。隋朝大业年间，秦琼进入了来护尔手下，成为了一名士兵。他在平时的训练表现骁勇，给来护尔留下了极深的印象，之后的小型征战更是让秦琼名声小有。待到秦琼生母去世时，来护尔还专门派人去吊唁。公元614年，秦琼跟随着齐郡的通守前往征伐不久反叛的涿郡首领卢明月，怎料由于双方兵力悬殊过大，秦琼一方一度落败。在一天晚上，秦琼和罗士信率部队偷袭敌军营地，大获成功，随后被授为间谍尉。几年后，由于上司的错误判断，秦琼被判了隋朝，进入了瓦岗军李密的麾下，自此便开始了反隋斗争。也正是这个时候，他遇到了程咬金。瓦岗军实力大增，一路征战败绩极少。在瓦岗军日渐壮大的同时，宇文化及在江都刺杀了隋炀帝，隋朝灭亡。而李密瞄准了时机，与宇文化及展开搏斗，虽然最终取得了胜利，却元气大伤，而李密却由于自大而被王世充击溃，秦琼又不得不入了王世充的营中。兜兜转转，秦琼一生换主无数，认识到王世充之辈不足以成气候后，秦琼愤然投奔早在一年前就已称帝的李渊。李渊出身于关陇集团，手下勇将无数，所征战之处的百姓无不夸赞李渊部队的优良，秦琼对此早已有所耳闻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秦琼自打一开始就认定了李渊，其心也忠，既对唐朝也对李渊。然而李渊已贵为皇帝，不再上阵领兵，于是李渊便将秦琼安排到了实际担任军事总司令的秦王李世民麾下。至此，秦琼兜转的生活结束了。二，冲锋陷阵，突遭变局。公元618年，隋朝早已没了踪影，此时全国上下公认的天子是李唐的唐高祖李渊，自然的同一时期率众起义的农民起义军便被视为异端，李世民的任务就是歼灭这些军队。李世民与秦琼虽素昧平生，但彼此却早已对对方的事迹有所了解。秦琼虽然对李世民有所敬佩，但仍无法100%将其视为自己的明主。然而历史却没有留太多时间供其思考。公元619年11月，宋金刚开始了侵吞李唐领土的行动。在晋州、快州沦陷之后，李世民率领秦琼等将赶往百壁与宋军对峙，两军士气正盛，不分伯仲。而在分战场下线，永安王李孝基被宋金刚手下大将、日后的唐朝名将尉迟恭击败，若干名唐将被俘，这使得李世民犯了难。在《旧唐书·李世民传》中记载了李世民急中生智，猜到尉迟恭在获胜之后会经过美良川而返回快州，于是便派秦琼、何阴开山等人在此地埋伏。待到尉迟恭军队经过美良川时，秦琼等人一举冲出，击败了尉迟恭。随着尉迟恭的落败，宋金刚手下的骁勇战将已经所剩无几。第二年，宋金刚粮草已尽，李世民乘胜追击，在佯攻战术的配合之下大败宋金刚部队。班师回朝，李渊对秦琼更是骄傲不已，
前者将金瓶赐予后者时，还宣称自己可以将肉割下来给予秦琼。秦琼感动不已。时间逐渐过去，李世民称帝的欲望更加强烈，之后便爆发了著名的玄武门之变。在这场事变之中，李世民亲手杀死了兄长李建成，李元吉也一同殒命。经此一役，李世民坐上皇位一事指日可待。而在玄武门之变中，李世民曾经试探过秦琼的反应，而后者对此并没有多说什么，随后也没有参与这场师兄战役。显然秦琼是站在李渊这一边的。值得玩味的是，李渊与李建成等人是否为一伙呢？不管怎样，李世民的计划成功了。三，无心纠纷只得装病。在一般认知中，李世民是一个千古的明君，一生光明磊落，唯一的谜团就在于玄武门之变的性质，即李世民是否为被迫反抗。据野史记载，李世民在即位后将史官召到面前，询问了史官是如何记载自己和父亲的关系，随后还对这段历史进行了一定的修改。正因为如此，李世民和秦琼之间的关系才值得思考，这也正是秦琼之所以会一生病就长达12年之久的原因。李世民兵变成功，站错队的秦琼自然要采取手段保全自己，那么兵权自然是要出让的。于是乎，秦琼上奏唐太宗，告病而让兵权。李世民之明也体现在装糊涂，他知道秦琼是在妥协，然而自己的老臣一病不起，照理说也要有所行动，于是便派宫里的太医为秦琼诊断并且调配好了汤药。秦琼明面上答应，背地里却默默把药倒掉。这场君臣游戏结果应该是双赢。小杰试了服衣去，深藏功与名。秦琼一生虽以勇猛著称，但仍不失为一个善于保全自己的处世高手。退一万步来说，秦琼的忠义是与隋朝之残暴根本对立的，但很难说明他是忠于李渊还是忠于李唐。唐太宗作为贞观之治的开创者，的确为唐朝日后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。站在这个角度上看，玄武门之变的真相还重要吗？正所谓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唐太宗的丰功伟业是史官用什么都抹灭不了的。秦琼生病是假，躲避皇室纷争是真，而李世民也算是一代明君，陪着这位唐朝开国名将演着演着就走过了12年。参考资料，旧唐书。好了，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会。